前龙泽下意识的动作，小小的细节很暖心。青春芒果叶何老师在龙哥说完加油后笑得往后仰，龙哥一个很小的符合老师的动作，戳中小狐狸的心，到梁寒卡之后赶紧去敷衍。对手戏的演员的鞠老师感觉后期比小狐狸还皮，有一只手也是好暖很累的龙哥，但是笑起来还是好暖心。怕白玉受伤停止了这场比赛的龙哥，让小狐狸觉得龙哥好细心好暖心。后语总是说细节见人品，这些小小细节都是下意识的，让小狐狸更加欣赏与热爱龙哥，爱龙哥的每一个点点滴滴，每一次发现新的东西就会更爱龙哥多一点。龙哥说自己普通的好看，那么小狐狸也是普通的喜欢，只是这喜欢了就是一辈子。那有人说一辈子很长，有人说你只是一时新鲜，那么就在此立 flag， 让我这个公众号陪着你，我接下来的每一天去多安利龙哥一点。